淬火的话就是让那个钢材硬化。老公，哎，怎么突然叫老师老公？老师吓到哎，讲不下去啊。马桶不通，好起来。以后马桶不通，找我就对了。今天这个通告呢，有一点是为了我，保密。我有听说，对，为了你的厨师，因为听说你有想要打造一把自己属于自己的刀，对不对？没错，如果有看小当家的朋友们，应该都知道，每个厨师都有自己的灵魂刀具，好不好？我今天就要来打造，我要用我的感情，用我的真心打造这个刀。啊，煮出来的东西就会金后奖。而且你看，我来这一集的时候，全新哥问我说：“哎，那你没有在下厨的人，你的刀要送给谁？”我说：“没有啊，我要自己收藏。而且说不定我今天做了这把刀之后，我就开始学下厨。”其实也不用，你那些刀也可以拿去抢银行啊。铸刀跟锻刀有什么不太一样的地方？可以帮我们讲解一下吗？铸刀的话，主要是以前那个青铜器时代的时候，这么遥远？对对对对对，就是把那个金属融成液体，然后倒到模具里面，那出来的刀就成型了。就是我们以前看武侠小说那种，对不对？算是吗？算是吧。那锻刀的话，就是后来进到钢铁时代的时候，就是钢铁的话，就是用锻造，它的品质会比用铸造的还好。哦，你是说比较坚硬？对，它的钢质会比较密。嗯，哦。比较细致，所以如果说我们今天要拿武器打斗的话，锻刀的刀，你为什么？对对对，没错。你很奇怪，你怎么会问这个问题？就进去烧了，烧完再敲吗？对对，烧完再敲。要打铁要趁热嘛，所以我们在打之前都要想好，想好你要敲哪一边。我现在要敲左边还是要敲右边？然后拿出来的时候就只有一件事情，就是敲。对，好，就这样。OK， 好。救鬼啊！好，来了。好，对，好，装对。2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。哎，我们没穿。对对，再来。2、3、4。你的星星没那么多哎，为什么老师？9、10。等一下哦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哦，对，不错不错。反过来。对，然后整一下，嗯。可以了，好，等一下哦，好，有纸，很漂亮哦，有纸，好，那我们就下去。老师，那个星星没那么多，有什么差别？可能那个层只是表面有一些铁粉，那一只有沾到比较多铁粉或什么之类的。哦，跟敲没有关系。对，跟敲没有关系。对，好，放好，对，这样子不会掉下去哦。哎，真的就卡住哎。对啊，对啊。哇，而且那个火舌一直，它的舌头你知道？这样，对，出来，对。5、7、8、9、10，对，好，然后往前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哎，它开始有这些黑黑的碎片，对对对，在氧化物，6、7、8、9、10，好 ，OK， 好，然后你看立起来，看哪里最高，哦，这里最高，对，然后把它敲回去，这样可以吗？再多一点，这样。差不多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然后你下一次出来的时候，就是刀刃朝左边，有没有？然后往前敲。哦，敲上面这一块。对，然后就是这样子，左右左右交换。好，来，再回去。这刀的雏形，我们要把它的那个轮廓给磨出来。这个是你刚刚画的嘛？对对，蓝蓝的地方，一个版型。哎，为什么他画的跟我画的不一样啊？一样啊，应该一样，因为你们刀型敲的不太一样。所以要磨的地方不太一样。对，要磨的地方。那你要磨的地方很多。蓝蓝的地方都要磨掉。没有没有，这里不用，这里不用。是这里啦，这个。对，就是银色的线以外的地方，把它磨掉。那为什么我蓝蓝的画这么多，它这么少？没有，我画完以后才发现，好像不用画这里。磨东西的时候不要用手去推，用手去推的话，那个金属的热会传导过来。哎，你们谁比较高？我。你比较高，那你用这台。你好自豪。OK。但是我说的是事实啊。然后磨的时候是这样，就是我们稍微斜一点点磨，它去料的速度会比较快，因为你整个平贴的话，它的去料接触面积大，它去料的速度会比较慢。哦，好可怕哦。这样手不会喷到吗？不会啊，还好。我有点怕哎，好像有点烫哦。大概就像这样子，这样斜斜的磨。那
如果不小心磨太多怎么办？所以先磨刀羹，刀羹磨坏比较不会怎样。哦，好。然后就先从磨刀羹开始练习。好。嗯，然后刀羹磨完了再开始磨其他地方。好。那我们等一下就是要淬火，淬火的话就是让那个钢材硬化。老公，怎么突然叫老师老公？老师，老师吓到哎，老师讲不下去啊，那我也吓到哎，你是我追一个老婆，这样一下子就有感情了吗？还是你觉得老师做这行业很帅，要嫁给他？不是，我刚刚想说。看他的脸有一种四个字就灰头土脸，那一叫错，不好意思，让我们产生了一些感情，我错了。好，接下来呢？我们等一下就是要淬火，让那个钢材硬化，因为我们现在钢材它还没有刚性，所以说就是我们要把它加热超过变态温度。刚性又是怎样啊？刚性的话就是你看现在。我不方便扭它，但就是如果我用力的话，它会变形。啊，这么脆弱？对，它就是比较软。它会弯还是？对，它会变弯，它不会断，它会弯。哦。然后它再凹回来不就好了？对，再凹回来就好。可是它就不会，它就刀子就不会立。哦。然后我们要淬火的话，就是让它钢材硬化。那硬化的话，就会有弹性，然后强度会增加。啊，好紧张哦！加油！给他生命的力量吧，很恐怖哎。好，可以啊。好，可以了。我要当食神。啊！他冒烟了。没有。谁摸到你的叫声了啦？好，可以了，拿过来。小心哦，你手。OK， 好，夹子松开，往后收。对。哇。我看到冒烟，我吓到哎！冒好多烟哦！没有，可是它是那种浓烟密布，那种噗的那一种才是。哦，这个算没算什么？对，这是正常的。一开始就吓唬我啊！没有。好，可以了。好可怕哦！加油 ！Go！ 好，插进去，快！对！啊，可以！对，没错。通马桶。好，可以，好起来，游历一下。你感觉以后是个H型股哎？好，可以了，放过来。好，抽走，对。哎，你不要夹紧，你不要夹住。对，你要松开，对。会。以后马桶不通，找我就对了。是的。耶，我们的刀子刚刚完成了。哎，对，也不算完全完成，因为我们还要回去。哦，对，回去保养它。是的，但是这个刚刚刀呢，已经老师帮我们开光过了。对，听说非常的开封，开封过了，不是开光。我刚就一直很想问，到底是开封还是开光？开封，开封过了。然后我们现在要试它的力度。嗯，好，我听说非常利，对不对？对，你就从这个纸的正中间把它切下去，直接切下去就好了。生日快乐，耶！有嘞，完成嘞，好厉哦，好顺哦，你要小心哦。对啊。好，然后再来看看你的。来，换你。哦。